丽第一次的现场，我很紧张。儿子，今天是你人生的初舞台，希望你玩得开心哦。小哈利首登直播，飙唱情非得已，伊能静、庾澄庆同框反而打气。大家好，在这里呢，也要对恩利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把自己人生的第一首歌送给了我们的电影《负负得正》。他说，第一次写歌嘛，要写给如此同频的电影，对不对？是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谢谢导演给我这个机会。伊能静和前夫庾澄庆才华洋溢的儿子小哈利，近期替电影《负负得正》操刀推广曲《你的模样》，持续演唱全部一手包办。电影八日晚间直播举行海边音乐派对，小哈利也到现场表演，献出人生舞台处女秀。我有点紧张，我第一次唱歌。谢谢。我排练的时候唱三次，每次都破音，所以如果这次再破的话，就请见谅。来，带给大家《你的模样》，Still Us。If you wanna break, leave the corners folded. I'll pick it back up. Trying to rush a mind, I better just sing this song. Oh, come on. 午后灿烂的太阳把丑陋蒸散在操场。时间划过你的轮廓，试图记住你的模样。最后演员们呢还一同合唱《情非得已》，原唱庾澄庆跟伊能静罕见荧幕同框，晒出替儿子加油打气影片。哈利，第一次的现场，我很紧张，而且他还要和朱一龙一起唱《情非得已》，我更紧张，双重压力。你赶快唱吧。儿子，今天是你人生的初舞台，希望你玩得开心哦。还有你今天跟朱一龙唱的这首歌，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产房听到的第一首歌，意义非凡哦。